within all that is mine. I was wrong, but now I know. Whatever it takes to grow, and no matter where I go, I was drawn to the path that I see. I was longing for somewhere to be. Through it all,不是我想要的。不要限制，像蝴蝶般破茧而出，不要回头，大胆向前，才能创造天地。不要沉寂，在暗光处让灵感绽放。要做就做自己的不一样。你觉得我挑剔，但这就是荣耀。荣耀二十系列，定格奇幻之美。我拥有着属于我的自由，那是迷人又绚烂的世界，而我想把这些跟你们分享。最神奇的瞬间，最绚丽的景象，那是我的世界，也是你的世界。我的 5G， 我的荣耀。 Honor 荣耀手机。Ready？ 年轻人的生活里哪有那么多准备好的。荣耀三十系列，光影之美，一瞬清新。